口红灯车辆全部禁止，这时画面右边出现一辆机车直线奔驰，似乎完全没有刹车，撞进超商落地玻璃窗，巨大声响让停在待转区的骑士跟乘客吓了好大一跳。换个角度看到机车连人带车直直冲，撞破落地玻璃窗，那瞬间连过马路的路人都转头看。消防队获报抵达，看到老翁整个人卡在玻璃落地窗里面，手扶着摩托车等待救援。车祸发生在9号下午接近2点钟，80岁的刘姓老翁骑车撞破超商玻璃橱窗，他没有酒驾，原因是他头晕。打飞机啊，打飞机啊，要戴着卖口罩。自称因头晕失控，直接冲撞路口便利商店外墙的玻璃。该起交通事故造成刘姓骑士多处擦挫伤，超商店员出来收拾，扫除满地玻璃，机车失控，超商无辜被撞，清算损失恐怕对老翁来说是一笔大数目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